这款帽子呢，编织起来特别简单，而且戴上特别大气。这个款呢，也不分男女，这款是中性款的，男款、女款都可以戴。我们就是用颜色来分别这个男款、女款，大人小孩都可以。大人呢，我们这个男款的帽子呢，我起的是88针。如果你头围大的话，你可以增加4的倍数，下边底边是4的倍数，上面的花型是6的倍数。好，这个线呢，我用的是松鼠绒的毛线，7号的棒针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起头。我们预留线头在1.2米左右。好，手指绕线，我们把针从这个线圈里穿进去，然后织出一针。好，手指绕线，我们继续把针穿到这个线圈里，织出一针。好，绕线，穿进去，织出一针。好，我们这个起针方法呢特别简单，而且呢一次成型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起针。我起头是88针，这个头围呢在56到58之间都可以戴。如果你要是头围大的话，你可以加4的倍数。好，你可以起92针，或者96针、100针，根据自己的头围来决定这个起针的针数。现在我这个帽子呢，起针是88针，我就以88针为例，给大家演示这款帽子的织法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起头88针。好，我们88针呢，平均把它分到3根针上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拿下一根针。好，88针起完以后，我们最后再多起一针，89针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针和前面的第一针，我们平均把它分到3根针上，我们开始圈织。现在把刚才多起的这一针挑下来。然后把第一针套到刚才多起的这一针上面，把线头给拉紧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圈织，我们织两针下针，两针上针，两针下，两针上，两针下。两针上，好，我们织这个帽子呢，底边就是双螺纹针，也就是两针下针，两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行给织完。织完以后，我们再往上织12公分长的双螺纹边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织两针下，两针上，织12公分。从起头到这个织花型的这个部分是12公分长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织两针下，两针上，织12公分长。现在这个双螺纹边我已经织了12公分，开始加针。加针呢，我们这是88针，我们再加8针。也就11针加一针，
我们在第十一针上，每次织到十一针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加一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们这是一边排花一边加针。我们织三针下，三针上，再织三针下。现在是九针，三针上，我们在第十一针上加上一针。好，现在是三针上，三针下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加针，一边排花一边加针。好，我们再织三针下，三针上，三针下。三针上，我们还是在第十一针上加针。在第十一针上加一针。好，我们再织三针下。我们每次都是在第十一针上加上一针，三针下，三针上，三针下。三针上。我们还是在第十一针上加一针。好，接着再织三针下。三针上。三针下。三针上。好，我们还是在第十一针上加针。好，再织三针下，三针上，三针下，好，三针上，这还是第十一针，我们还是在第十一针上加针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行给织完。这一圈加完以后，总共是96针。接下来我们再织三针下针，三针上针，织四行，加上我们排花这一行，总共是五行。织三针下，三针上，我们总共织五行。我们先把这五行给织完，织完以后，我接着给大家分享花型的织法。好，现在五行的三针下、三针上我们已经织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织花型。织花型呢，我们这三针下针，我们第一针暂时不织，我们在第二针的下边开始织。我们在第二针下边的第五针里头，然后数四个辫子。第二针的下针数四个辫子往下，一二三四，在第五个辫子里头把针穿进去，我们织出一针。好，把线把拉长一点，不要拉得太紧。好，刚才织出来这一针和第一针的下针，我们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中间的这一针，我们还织下针，好，接着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这一针和第三针的下针，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
好，我们第一组花型已经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再织三针上针，中间的三针上针是不变的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第二组，第二组我们也第一针暂时不织，我们织第二针，第二针数四个辫子，在第五针里头，在第五个辫子里头先织出一针，然后把它挂到针上，和第一针两针并成一针，接下来织一针下针。好，我们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把刚才织出来这一针和第三针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再织三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我们还是第一针不织，在第二针的第五个辫子里头织出一针，挂到针上，把第一针和刚才织出来这一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再织一针下针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织出的这一针不要织得太紧，稍微松一点，给这个针平就可以了。把第三针下针和刚才织出了这一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接着再织三针上针，好，我们再看一组，我们还是在第二针下针的第五针里头织出一针，把它和第一针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把它挂到，把它和，把刚才织出来这一针和第三针的下针两针并成一针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圈给织完。现在第一组花型我们已经织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织第二组花型，第二组花型跟第一组是一样的，我们再织五行的三针下三针上。织五行的三针下针三针上针，好，第一组花型织完以后，我又织了五行的三针下三针上，接着我们开始织第二组花型，第二组花型跟第一组是一样的，我们还是在第二针下针的第五个辫子里头，第五个辫子里头，这个洞比较大，比较好认，比第一行的好分清楚一点。第二针的下边，第五个辫子里头，把针穿进去。我们先织出一针，然后挂在针上。我们把第一针下针和刚才织出这一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中间这一针还织下针，我们在原来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然后把第三针和刚才织的这一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接着再织三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，在第二针下针的第五个辫子里头，在第二针下针的第五个辫子里头穿针，把针穿进去，然后织出一针，然后把第一针和刚才织的这一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织一针下针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把这一针和第三针的下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接着再织三针的上针，三针上针是不变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组，
在第二针下针的第五个辫子里头织出一针，然后把这一针和第一针两针并成一针，接着再织一针下针，再从这个孔里头再织出一针，然后把这一针和第三针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行给织完。现在我们这两组花型已经织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按这种方法织完一组花以后织五行，第六行的时候织花型。我们每织一组都是织五行，在第六行上织花型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总共织八组花，现在已经织了两组，我们再织六组花型。八组花型织完以后，我们再开始收帽顶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把这八组花型给完成了啊。现在我们这个帽身呢，总共织了是20厘米，本来是要织八组花型的，但是我这次织这个帽子呢，手劲稍微松了一点，我看织七个花型已经够尺寸了，我们就按七个花型来织。现在是20公分，折起来以后是20公分。我们现在都开始收帽顶了，现在我们就不再织第八个花型了，织七个就够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收帽顶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收针。我们这个鸡爪花的地方我们还织三针下针，然后三针上针，我们把前边两针把它并成一针，后边的一针上针还织上针。这是第一组，我们只收上针的第一针和第二针，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遍第二组，下针我们正常织下针，三针上针的前面两针把它并成一针，接着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每一组花型的方法织法是一样的，下针的方法是不变。现在我们这第一次收针只收上针的前两针，把前两针并成一针，下针还织下针。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第一次的收针给收完。好，第一行的收针收完以后，接着我们第二行。好，第一次收针收完以后，我们接着织下一行，三针下针，两针上针。我们这一行是不收针，织三针下针，两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行给织完。第二行是不收针，上针织上针，下针织下针。好，第二行织完以后，我们接着织第三行。第三行我们先织三针下针，我们现在还有两针的上针，我们这一次收针是把这两针的上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好，接下来再织三针下针，每次到这两针上针的时候都要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再织三针上针，再织三针下针。三针下针织完以后，我们把这两针上针把它两针并成一针。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第二次的收针给织完。好，第二次的收针我们收完以后，我们接着再织，我们再织一行的不收针，织三针下针，一针上针，三针下，一针上，我们这一行是不收针，这也就是第四行收针的第四行。第四行是不收针，织三针下一针上。第四行的不收针我们织完以后，我们开始织第五行。第五行也就是第三次的收针，第三次的收针我们收三针下针，我们收这三针下针。我们收针方法是把前面的两针下针挑下来，看着穿针的方向，把前面的两针给挑下来，然后织第三针，
第三针织完以后，把前面的两针套到第三针上，然后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我们接着再看一组。我们这三针下针，把前面的两针挑下来不织，我们织第三针。第三针织完以后，把前面的两针，前边的两针套到第三针上，接着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每一组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这三针下针的前面两针挑下来，我们织第三针，然后把前面的两针套到第三针的上面，再织一针上针。好，前面两针挑下来不织，织第三针，织完以后把前面的两针套到第三针上。好，我们就按这种方法把这一行给织完。好，这一行收完以后，现在剩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，我们这一行织一针下，一针上，一针下，一针上。这一行是不收针，我们只织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一行给织完。好，我们把这一行给织完。我们把这一行的一针下针，一针上针给织完。好，这一行的一针下一针上织完以后，我们接着最后一次的收针。我们把这一根针上的最后一针上针挑下来，我们借这一针上针。好，把最后这根针上的一针上针挪到前面这根针上。现在前面是一针上针和一针下针，我们每一针上针都是在前边的，两针一组，前面的一针是上针，后面一针是下针。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的收针，我们就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每两针都要并成一针。好，我们把它两针并成一针，每两针都要并成一针。好，我们把这一行给织完。好，现在收完针以后，我们这一圈织完以后，我们针数是16针。接下来我们用线把这针都给穿起来，先织出一针，然后用这个线头一针一针的把它一针穿起，我们每一针都用这个线头把它给穿起来。好，穿起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线头从这个圆孔里穿进去，然后拉到反面。我们用这两根线把它系紧。然后把这多余的线头，我们用钩针把它勾进去。
把线头隐藏进去以后，多余的线头我们把它剪掉。好，这款男士帽子也就完成了，还是很漂亮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